这题哦，是一个遗传上很棒的题型，因为它是一个考你观念清不清楚。好，我们先看下面这边的图表，先不要看选项。如果我们把一个深棕色的个体跟一个深棕色个体，得到的结果是深棕色跟浅色是3:1。那如果一个深棕色跟一个浅棕色是1:1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看上面的结果。如果你看到某个交配型，结果是3:1，是不是一定是大 B 小 B 乘大 B 小 B 才可能出现3:1？所以可见大 B 就是深色，这个深，深色是显性。好，那什么情况交配型是1:1呢？当然是大 B 小 B 乘小 B 小 B， 小 C 就是这个浅棕色，浅色，它就会出现1:1了。那什么情形出现深色跟深色是出现1:0呢？大大乘大大，或者是大大乘大小，是不是都可能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题哦，可能对。这两个都可能出现1:0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大 B 大 B 乘以大 B 大 B 一定是1:0，或者是大 B 大 B 乘大 B 小 B 也是1:0，不可能有浅色出现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现在他题目问你这个最后一个丙在这里，丙是不是大 B 小 B？ 根呢？根在哪里啊？哦，根你是小 B 小 B 啊，笨蛋，因为它是浅色啊，浅色就小 B 小 B。这时候出来结果是 x 比 y， 是不是1:1啊？好，我先说到这。请问这样子这一题还有没有问题？有两个选项需要我解释的。那个友班问了这个 B 选项的异基因型，什么叫异基因型？大 B 小 B 就是异基因型，大 B 大 B 或是小 B 小 B， 是不是两个基因一样啊？这叫做同基因型，或叫做，等一下先写完，同基因型，也叫做同型核子。我这个受精卵的大 B 大 B 是受精后的大 B 跟大 B 受精成大 B 大 B， 这两个配子的基因都是大 B， 所以是同型核子，受精后的核子是同样的基因型，同样的基因状态。好，那这样24题还没问题，